还没来呢，等回去吧。尤素啊，因为打架的原因呢，所以他没有办法再回自己家里休息了，啊，没有在家休息也不可能了。这个时候呢，自己家的车子啊，汽车也回去了。尤素嗨，也不远啊，从那个乌达雅堡到那个啊，到闪拉古城就那么几步路，这步行吧，啊，然后呢，步行回家。当时大雪就飘起来了，飘上雪了。啊，拉巴特不，虽然下雪是雪，但没有那么大啊，都是小毛毛雪啊，下着大雪。好在呢，尤素夫衣服穿得多啊，加上呢韭菜吃了不少，很热，还有点微微的晕厥。这个时候呢，远方来了一个戴头巾的，并且遮住面纱的女人，她递给了尤素，递给了这个女人，递给了尤素夫一杯薄荷茶。薄荷茶是什么呢？薄荷茶其实就是，里边有一些绿茶，然后呢，还有一些薄荷叶儿啊，还有其他的一些香料啊，配在一起，然后用开水冲服的一个摩洛哥特色的啊茶水啊，一般叫做薄荷茶，他们管这叫摩洛哥的 whisky，哎，在摩洛哥还是相当有名的，喝完了可以清肠运肺啊，而且不贵。然后呢，就说那个，戴头巾的女人就告诉这个尤素夫5个迪拉姆一杯，啊，说完了可以消除宿醉，所以尤素夫也没犹豫，啊，拿起来一碗酒，人家有钱也不在乎5迪，拿起来咚咚咚1饮而尽，可是这个女人呢，头都没有回，也没有要钱就走了，尤素夫呢也没有介意啊，就继续往前走。他看对面来了一个那么出租车，毫不犹豫就上去了。他上了这个出租车之后呢，啊，那个对司机说：“闪拉古城。”尽管尤素夫已经上了这个出租车，可是这出租车司机呢，并没有马上开车，而是等了好久。怎么回事呢？啊，哈哈，这里有个细节。原来呀，这个司机呀，啊，这个车子不是这个是开车的人的，啊，摩洛哥当时的管住出租车的不是很严格，所以很多人呢就是把私家车呢顶上来个 taxi，啊，这就是出租车了。这个车呢是这个小偷给偷的，这个小偷叫什么呢？叫埃希拉，啊，你听这名字很熟吧？埃希拉有个地方就叫埃希拉，对。啊，这个小偷就是从埃希拉来的，所以他就叫做埃希拉啊，他就叫埃希拉。他从丹吉尔来到拉巴特，准备用这个车子啊去马拉喀什啊。他从丹吉尔到拉巴特是坐火车啊，有专门的一种火车是高速火车来到了拉巴特。然后呢，小偷心想，我总不能轰他下去吧，啊，毕竟没有什么理由，啊，琢磨半天，哎呀，怎么办呢？干脆就把他带到闪拉古城，随便让他给点钱，然后呢，我继续开车到马拉喀什。所以呢，他小偷呢把人拉到闪拉后呢，就说让客人，哎，哥们儿，你可以下车了，我到闪拉古城了。可是喊了几遍都没声音，哎，怎么回事呢？他想拉他。然后一猫那嘴，哟，我的妈呀！怎么回事儿？这个人死了。啊，他呢没有敢把人马上扔下来，因为闪拉古城附近呢有很多的摄像头，啊，再往前开就危险了。啊，如果摄像头看到他这个后来马路上的死人，他这个拖不，他这车就开不了了。哎妈呢，因为车有车牌，他开不了这车了。啊，又大晚上的，他得哪找车去？很危险，所以呢，他干脆把这车往掉头，往海边拉，拉到哪？就是乌达雅前面啊，乌达雅堡是他的努哈的一个朋友家，他又往前开了一段，开到了海边，啊，乌达雅堡前面就是海边，啊，拉巴特海边，啊，他把车拉到拉巴克的海边，然后一个路上，然后啊，扔下车就跑。啊，他琢磨，后来开始还想要的车，后来琢磨这车也别要了啊，
然后呢，他到个地方躲一躲，然后再想办法再走，啊，然后呢，他啊，把撂下车之后，可是呢，他没有锁刹车闸，正好那车又是个下坡，在车子直奔海边就去了，然后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咣就闯进了这个海边有个停车场，啊，露天的一个停车场。车子呢，利用自己的速度撞开了大门，直接冲进了这个海边停车场里边。海边停车场里边呢，有个老板叫高木，啊高木，啊他一个伙计啊，咱就不起名字，叫狗子啊，这好记啊。他俩呢正在给一辆车呢加油啊，换轮胎，而且哎呀检修车辆等等。毕竟呢，现在停车场的生意啊不那么好做。所以呢，他呢也想挣点副业，挣点钱。他看到一辆车出租车自己就进来了，喊着：“哎，这是谁的车呀？怎么自己进来了？大门都给碰坏了。哎，那司机呢？呀，哎，怎么成无人驾驶了？这破车还那么先进吗？哎，哦，司机躺在后边了。狗子，去看看，怎么回事？这个司机跑后边驾驶干嘛去了？”伙计狗子发现车上有人，然后呢，有个人他就从车门啊把后边车门拉开了，拉开那海上他没有反应，感觉不对劲，上手一抹，哎呦我的妈呀，他死了，老板他死了，他死了，哎呀，这个老板高木说，哎呦这是什么日子，这马上要过万圣节了，妖怪还快出来了。我这礼物还没有呢，怎么又送个死人来？今年过年不收礼，收礼我也不出收出租车呀，这什么礼呀？这是，赶紧把他弄到马路上，别给咱找事儿。哎，一看车钥匙呢，就在车上了，所以呢，我们把这开车呀开到闪拉古城那边就算了。高木啊，高老板和狗子就赶紧开车。一踩油门就上了马路，他们本来可以在这个闪拉古城那就下车停下，啊，就顺道嘛。停下之后呢，哎，没准呢，周围的人呢就被这老板就弄走了啊。可是俩人不放心，继续开车，一路下去开到哪儿呢？火车站，啊，火车站大家知道那个警察、巡警、辅警啊，那个嘛，这太多了，得。说曹操，曹就到，哎，几个警察正在路口，巡警检查车上车辆，正要检查那辆车辆，车上一看，哎，有人在车上说，身份证拿出来，驾驶证拿出来，后面那个起来，哎，警察开了后门，刚要拉人的时候，高大妈说，别了，别拉了，警察叔叔别拉了，他呀死了，慢，警察啪掏出枪来，这站别动，站别动。你要不下来，把手背后边，给他俩就铐上了。两个辅警，这是两个辅警，一个叫哈桑，一个叫侯赛尼，啊，这俩名字啊，哈桑侯赛尼啊。然后呢，为嘛叫哈桑侯赛尼呢？我们也不好记啊，阿拉伯名字不好记。你就是一个哼，一个哈，哼哈二将，哎，这好记吧？哼哈二将啊，两个警察，这个两个人，哼哈二将是后边故事重要人物。啊，而且由他俩引出了一系列骇人新闻的案件来。那么，高木呢和狗子他们两人呢被警察发现后呢，带到了警察局里。警察没有来得及在那个拍很多照片啊。那个深夜的验尸官呢，不像现在谁说去就去，人家都是合同工的哈，不想去，所以呢也没人管。所以警察呢，让哼哼二将啊，来到这个守夜守着那尸体啊，看管到明天早晨，啊，这个哎呦，两个巡警呢就说了，这哼哼二将，这个喜欢说话那个哈桑就说了，这大晚上的怪凉的，平常咱嗨溜达一圈，哎没嘛事儿，哎咱就回到咱营房睡觉去了，这不行，还得妈看尸体。这什么呀？哎，要不你前半夜，我后半夜。那另一个说，那哪行去？那
不行，也是，你怕明天局长来了哈，明天局长来了，一看你没在，你就惨了，你的想法挺多的，怎么办呢？这怪晚怪冷的，这晚上得找地儿将就将就，毕竟是那个寒冬了，11月份下旬了，而且这个冬天的风啊越刮越大，吹起的小石子儿。头顶的路灯呢，也是来回摇晃，一会儿明啊，一会儿暗，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哎，路灯灭了，是不是下边死尸起来了？那倒不是。哎，这个玻璃碎灯的碎，这个玻璃啊碎了一地，眼看没有亮光了，可怎么办呢？哈桑忽然想起来，咱看尸体也得有亮啊，这怪阴森恐怖的。这样吧，后面我那休息室里，有个应急灯。我把它先拿过来，来，对，把它拿过来，咱照一照，那个，这个另一个那个亨赛尼啊，就说侯赛尼就说了，姐，我把那警车灯打开，警车灯打开呢，没准就亮了，然后呢，你给我盯着，盯住那尸体，我去拿去，这个我害怕呀，那个亨赛尼说害怕，闭眼。闭眼你就不害怕了，没有灯，睁眼跟闭眼是一样的，那就闭上吧，反正也没灯了，你也看不见，诈什么尸？怎么可能诈尸呢？我告诉你，今天如果明天尸体不见了，咱们俩死无葬身之地。听说这个局长啊，这个局长可了不得你那个行吧，然后呢，然后过了一会儿呢。哎，很快，这哈桑呢就把应急灯拿来，啪一照亮，坏了，尸体没了，诈尸了，不可能啊，怎么可能诈尸呢？哎呦，这明天我怎么办呢？俩人的，哎呀，急得冒汗了啊，那大小便都快失禁了，怎么办？哎，这个哈桑就说，要不咱偷具尸体来，你看怎么样？是个好主意，你敢吗？不偷尸体，我们俩就得成尸体。怎么办呢？行吧，两个人最后经过生死抉择，最后决定偷具尸体。他们去哪儿偷的呢？就在五大堡往前走不太远的地方，海边反方向走往那个等于让火车站的方向那边走，有一个叫做。穆罕默德五世陵寝，穆罕默德五世是应该说是摩洛哥的国家开国的领袖相当于我们的毛主席在的。我这个故事讲的1953年，1953年应该说那时候还是很乱的政局在不断的变化法国也在从中较劲在1956年摩洛哥独立，摩洛哥独立的第一任。开国的总统国王不能叫总统，国王就是穆罕默德五世。所以呢，后来呢，他的儿子哈桑二世给他建了一个这个陵寝来供大家瞻仰相当于我们毛主席纪念堂似的。里边呢有一些棺椁除了清真寺陵寝外，还旁边除了这个陵寝外，还旁边有个清真寺。清真寺一般。在咱一般情况下是存放尸体的地方为什么呢？这是穆斯林的葬礼，一般都安排在清真寺里执行洗穿战埋这样一个步骤。所以呢，是这个清真寺里呢还是有几具尸体的比如两三天没人来或者说临时存放着也有确实有。所以呢，两个人呢就借着夜黑风高来到了清真寺。